Niye? Hiç sen doğru.失踪了，是啊。有了冯程鹏的证据，谁也救不了他了。我相信他的下场不会比冯程鹏好，所以他才会跑。可是华欣是他的心血，就这么扔下不管，这不是林振华的性格。现在不止药监局在查他，工商局和公安局都在找他。华欣已经被查封了。 人在穷途末路的时候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。喂，江源，我告诉你，你女儿江雨桐在我手里，你想要她的命，就拿同源药业来换吧。林振华，你不要胡来啊！ 该说不要乱来的是你，不要过来！听到了吧，江源，我警告你，千万不要报警，也不要跟我耍什么花招，否则我对你女儿不客气。怎么了？雨桐在林振华手里。 江源，好一副父女情深的画面啊！我真是感动。怎么样？你是不是要谢谢我，给了你们一次父女团聚的机会啊？林振华，你不要乱来，你有什么想法，咱们可以交易。哼，华欣已经完了，我也什么都没有了，你觉得我还有什么心情跟你谈条件吗？这些都是拜你所赐。 你既想打败我，又想取代我，我不会给你这个机会的。我今天就是要拿你的命来换他的命。哎，林振华，不要乱来！好，既然你想要我的命，那你就放了我女儿。别过来！再过来，我要把他推下去。林振华，你冷静点。 爸，你疯了！快把雨桐放下来！苑苑，你怎么来了？我，林振华，我跟你说件事情。这是我的病历报告，我得了脑癌了，是癌症晚期，没有几个月的时间了。江源，你得脑癌？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用这种方法来骗我？你看看。 你看看。
苍天有眼啊，江远，你是个将死的人了，你还拿什么和我斗？你拿什么打败我？啊啊！林振华，冯昌鹏是怎么死的？是谁把他逼上了绝路？难道你要当着你女儿的面杀人吗？别说了！到现在你还在胡言乱语，我今天就向你付出代价。我蒋雨桐如果死了，那也是你害的。不是我，不是我，我要让他死！干什么？江总，您的合同送来了。林振华，我跟你谈一件事情。你我都是生意人，咱们做一个交易。我拟了一份合同，等我收购了华鑫之后，我会把30%的股份转给你女儿林苑。这些股份足够你女儿生活的。我本来想和你在办公室来谈这件事情，可没想到你选在了这个地方。林振华，如果你签了字，这合同就生效了。但是我有一个条件，把我女儿放了。江远，你真的能够保证给林苑30%的股份吗？当然，我保证。你别过来，放地上，跳，退，跳，跳。这考虑一下，你考虑一下，你考虑一下，林振华，跳。别动啊！别动！你自己了好不好？自首吧，无论你被判多久，我都会等你的。当初冯成鹏跳楼的时候给我打过一个电话，他说过我一定会死得比他更惨，没想到这话这么快就得到应验了。爸，爸，你要干嘛？爸，如果你要跳楼，我也陪你一起跳。林苑，你干什么？林苑，爸，我已经是半条命的人了，我的命不值钱，你疯了？你是我亲爸，我永远都爱你，难道你就忍心扔下我吗？用这种方式来结束你的生命吗？自首吧，也给你给我一次机会好吗？我林振华宁可从这里跳下去，我也不可能在监狱里度过我的下半辈子。蒋元，林苑交给你了。苑苑，爸爸对不起你了。林振华，thank you.
大家放心，手术非常成功，不过病人头部受到撞击，有重度脑震荡，现在还没有度过危险期，情况还是十分凶险，我们也不能保证病人一定能够醒过来。谢谢谢谢。真的得了脑癌晚期？真的。那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？我没想告诉你，如果不是出了今天这个事儿，我根本就没打算告诉你。所以你当初离开家也是因为这个原因？是的，当我发现得了这个病之后，我只能离开这个家，没有办法。这辈子我给你妈带来了太多的痛苦，包括你，所以当时我根本就不能说，如果我说了会给你们带来很大的累赘。对不起。所有的事情都已经尘埃落定了，这一次不能再由着你乱来了，你得赶紧住院治疗。我不是不想住院，现在还不是时候。又来了，少拿这句话糊弄我。那你说什么时候是时候？我看你就是野心太大，事业有这么重要吗？又不是替全人类在谋福利，那我闭嘴。不就是为了争名夺利，命都不要了，不行啊。国强，你以为我真是为了名利吗？你还是不理解我。那难道说你还有什么放不下的？国强，明天的剪彩仪式你一定不能缺席。明天过后，对同源和华欣来说就是新的开始，缺了你怎么行？明天一定陪我去。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好，我要，我要，但是你必须答应我，剪完彩马上就住院治疗。我答应你，一看就是假的。我答应。雨桐。当你看到这段视频的时候，我希望你不要关电脑，听我讲完这段话，你再决定要不要跟我离婚。你知道我是个孤儿，从小就没有见过自己的父母，小的时候我很孤僻，全靠吴妈妈一手把我拉扯大，送我去上学，教会我做人的道理。后来我因为一时意气替别人坐了牢，在那段时候是我人生中最低谷的时候，我甚至想到了去死。后来我开始自暴自弃，在监狱里故意打架闹事儿，违反纪律，在所有人的眼里我成了异类。直到有一天，收到了一份来自孤儿院的信，信里面说我的妈妈找到了，说她这几年一直在找我，从来就没有放弃过我，只是不方便来看我。信里面还寄来了一条她亲手为我织的围巾，那一刻我突然看到了希望，原来在这个世界上我还有亲人。后来每年过年的时候，我妈妈都会给我寄信和寄来礼物，只是她一直不肯来看我。我当时很纳闷，以为她一直在生我的气。直到有一次在监狱劳动的时候，江董
也就是你的父亲，他为了救我受伤了，狱警才告诉我，原来这一切都是他安排的，根本就没有找到我妈妈，也没有人给我写信。他为了帮我，不想我自暴自弃地堕落下去。从此以后，我看到了人生的希望，我从来没有这么感动过。后来我就管江董叫老师，其实在我心里，他就是我的恩人，像我的父亲一样，不管他要我做什么，我都会义无反顾地去做。雨桐，你知道吗？我真的不想欺骗你，可是老师得了绝症，我没有办法拒绝他，我没有办法在他最脆弱、最需要我帮助的时候背弃他，所以我才欺骗了你。雨桐，你答应我，原谅我。妈，我决定了，不管今后发生什么，我都要和张生一起面对，一起去承担。我是他的妻子，现在是他最需要我的时候，我要像你一样守护爱情，用自己的力量去保卫爱情。我一定会做得很好的。正式宣布，华鑫收购案已经顺利完成了。从今天开始，华鑫和同源都不复存在了。新的药业集团，我将以我女儿的名字的谐音来命名，雨桐药业。时间啊，大家都知道，我们同源和华鑫经历了许多风波，尤其是毒胶囊事件的发生，给很多的消费者、患者带来了很大的伤害。在这里，我向大家表示歉意。新的雨桐药业成立后，我们将全身心地投入生产，保证产品的安全，确保消费者的利益。在这里，我还有一件重大的事情要跟大家宣布，正在建设中的华鑫大厦要立即停止，未完工的项目要转入拍卖程序，拍卖所得的款项用于偿还华鑫所欠的债务。现在我宣布，雨桐药业正式成立。你这是为什么呀？你的社会版小老板的丰富人生专栏，引发了广大读者的追捧，也引发了很多热议。你这个时候正应该是干劲十足的时候啊，这个时候你选择离开，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？不瞒你说，我的丈夫发生了一些意外，他现在还在医院里昏迷不醒。这个时候是他最需要我的时候，我必须守在他的身边。好吧。那我也不勉强你，不过你记住，以后你什么时候想回来，在商言商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着。保重，
谢谢社长。刘小姐，再见。再见。嗯。彤，你真的要走啊？哎呀，别担心啊，我相信你一个人一定可以。 不辞而别呀！听说你要走，没什么送给你，拿上这个留个念想吧。我把你写的所有文章都集在这一个本里了，包括我帮你改过那个。 谢谢主编，我知道，你只是累了，经过了这么多事情，我们都累了。可是，你不能就这样躺着。你知不知道，大家都在担心你，尤其是雨桐姐，她现在真的很需要你留在她身边。 所以你不能再这样自私的睡着了，张深，你睁开眼睛看看我，我求求你，快醒过来好不好？不要再这样赖着了。你知道的，我做所有的事情，都是希望你幸福，希望你和姐姐能幸福。 可你现在这样算什么呀？你能听见我说话吗？我知道你能听见我说话的，你快醒醒啊！不要让我的退出变得毫无意义，你快醒来呀！ 张深他一定会听见的。姐，玲玲，我从来都没有怪过你。张深他一定也跟我一样，如果他听见刚才你说的那些话，一定会很开心的。 姐，你真的能原谅我吗？我做了那么多的错事，我还那样的伤害你。都已经过去了，不是吗？傻瓜，一家人哪有隔夜仇的？人啊，就是因为太计较了，才活得这么累。与其这样，还不如放下一切。 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看看你。你来看我。你是来嘲笑我的吧？我是来跟你和解的。振华，把以前的事情忘了吧。说实话，我在监狱待了那么多年，我一直很恨你，但是现在我不恨了，不是因为你现在进了监狱。
是因为我也是一个快死的人了。咱们和解吧。振华，你放心，我答应你的一切我都会做到的。合同你已经签字了，给你女儿那30%的股份我一定会做到。还有，只要我没死，我就会好好照顾你女儿，你就放心吧。江源，谢谢了。定好哪天陆鹏，到时候提前给我打电话就好了。嗯，好的，到时候电话联系我就行。不好意思，我好像看到一个熟人，先这样吧。啊，再见。好好。冯超，好久不见。你身体还好吗？挺好的。你怎么靠力气吃饭，心踏实。嗯，这样挺好的。这段日子发生了太多的事情，就像做了一场梦一样。如果可以选择的话，我宁愿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过。玲玲，太对不起你了。不，不用说抱歉，都过去了，来，都过去了。你好好保重，我还要工作。冯超，好好照顾你自己，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助的话，记得给我打电话。再见，张轩，你看，这个花是我今天亲自挑的，好不好看？以后啊，每天我都给你买花。张深，已经一个多星期了，你怎么还是不肯睁开眼睛看看我呢？你在跟我赌气是不是？你知道吗？我现在真的好孤单。我多希望你马上好起来，陪着我一块儿回乐城，我们再一起去看看那些孩子们，一起骑自行车看日出日落。可现在只有我一个人孤苦伶仃的，你什么时候才能醒过来陪陪我？你陪我说说话好不好？
你来了。他怎么样了？还是老样子。你别担心，他一定会醒过来的。雨桐，把钱还给你。你可以去完成成立救助基金的愿望了。成立救助基金一直以来都是我的愿望，更是我妈的遗愿，我一定会完成它的。好。我听我爸说你不愿意住院，为什么？我还有很多的事情没有做完。是，亲人和生命永远及不上事业那么重要。雨桐，在我心里你们都是非常重要的，只是我剩的时间太少了。你要好好的陪他，好好的照顾他。他为了救林振华不惜自己的生命，这样的人是值得依托的。你就不想跟我说说你们过去的事情吗？等张晨醒了之后他会自己告诉你的。我先走了。爸，有样东西我一直没有交给你，这是妈妈给你写的遗书，现在我把它交给你。妈妈已经不在了，就当作是为了我，你能不能好好的活下去？是个那么绝情的人，那天在你那儿你跟我说的话让我整个身体全凉了。你不知道我是怎么走回来的，我和孩子等了你13年，等来的是一个我完全不认识的人。可无论如何你都是我的丈夫，雨桐的爸爸，我不怪罪你，因为你经受了太多的磨难，这磨难是我想象不到的。我原谅你，我本想当面对你说的我原谅你了，可就怕我坚持不到我对你说我原谅你的那一天。我走了，祝福你和雨桐，你们要好好活着，别了，小慧。雨桐，雨桐，雨桐，
怎么样？爸，不着急，不着急，暂时不会有事儿啊。爸，那是我不好。你过来，奶奶。孩子，你现在也看到了你爸爸的状况。答应我，你好好的陪陪他，让他在最后这段路上享受到一点天伦之乐。病人是脑外伤造成的昏迷，现在刚刚苏醒是非常好的现象，不过病人的意识还不是很清楚，还可能发生幻觉或者是记忆错位的情况，要尽量让他少说话多休息，家属呢留一个人在这陪护就可以，其他人最好是不要在病房待太长时间。谢谢大夫。谢谢。谢天谢地，你总算醒来了。你知不知道你昏迷的这段时间，我姐天天都守着你，累坏了，你要快点好起来，好好补偿我姐，听见没有？以前我总是横在你们中间，一定很讨厌嘛。现在我这障碍也没有了，你们也该和好如初了，是不是？姐，谢谢你，原谅我的任性跟无知。经过了这么多事情以后，我也算想明白了。真正的缘分是拆不开也打不散的。今天当着你们两个人，我正式的跟你们说一次抱歉。我也真心祝福你们，以后你要好好对我姐，好好照顾她，不许欺负她，知不知道？如果你敢对她不好的话，我第一个不会放过你。休息吧，时间不早了。没事，我得陪你聊会儿。年纪大了，觉少，回去也睡不着。快回去吧，把你累着了，谁给我熬汤啊？哎，也对啊，哎，也对也对，回去熬汤去，先回去了。我说郭强，你给我换一种汤啊，别总喝这鱼汤，我都喝腻了。不能换，鱼汤补脑，你可以换另外一种鱼。